你看嘛，那个猪的主人说不要进去，他说进去猪会一直拱。欢迎东二哥。狗哥今晚不来吗？狗哥打游戏去了。根本进不去啊，进不去，人家主人不让你进去，猪的主人。猪的主人不让进去。他说进去的猪会拱，一直拱，拱你会咬你。你又不是白菜，不得拱。哎呀，跟你们说了，你们不懂。不是我家的，我家没有养猪。我家没有养猪。现在就是在猪圈里啊，现在就是在猪圈里面。你进去了，猪它一直拱你，你怎么直播呀？等一下自拍杆都踩断了。我说它在咬这个猪，好凶啊！它还在咬那个门，它在吃那个咬这个关它的那个门，它一直咬，咬的嘎嘣嘎嘣的，而且在里面黑黑去跑啊，这个猪。学个算呐，肯定算呐。这外面到处都是猪屎，怎么不叫进猪圈呀？那个猪还在，你在喂猪吗？我没有喂猪啊，我没有喂。你跑啥子？那个猪屎！哎呀，无聊的，无聊了。好骚啊！你进去嘛？十一点半。干嘛？进去。你在搞笑？那怎么直播？那个猪一直来拱怎么办？你坐在那这个位置，手机放外面噻。大哥们不是在喊你进去了吗？那你跟他说了没？说了的。那猪一直来。你回去换个孩子就行了噻。我已经换了孩子。换个长的。那一直来，这个猪在咬着他，连那门都咬得穿。打他就行了嘛！你先进去了，等会咬人再出来噻。又在物料了。自拍杆放在外头，那咬人怎么办呀？你肯定还是要进去噻，这个一睡猪圈的嘛。不是，猪本来都咬人呢。你咬人再出来，再等这个，你也都十个